侧边的水龙蕾是算是做的比较大片，就是做那种斜斜的，然后有点微微蝙蝠袖落肩的，所以是可以修饰到你的手里面。这边有帮大家再做一个连身的小可爱，它算偏那种混棉雪纺料子，是有点滑料的雪纺，然后也不太会透。如果你是比较丰满女生的话，也是可以穿。背面的部分它是有做一个绑带在上面的，然后一样这个绑带就是大家可以按你的自己的身形去做调节，就是如果你是上肩啊比较宽一点女生的话，你就是把它绑得松一点。长度的话大概有163寸，就差不多是这样，所以我也会建议就是到 M 号左右会比较适合。它的裤管是做的面比较大，所以如果你要遮大腿就算是很 OK， 但是因为它算是软料，所以你们看它放下它其实是这种就是垂垂的感觉。黑色的话会看起来腰身更明显，然后裤子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就是会有更修饰的效果。它其实是可以帮你们包到副乳的，所以如果你是会担心瓶口说哎会不会勒的人的话，其实这边它是舒服的，没有问题。因为它这边做薄薄的吧，所以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还蛮清爽，然后若隐若现，小性感。